术馆跟陈大老年学研究所双方在长期的一个合作互信基础之下，今天要透过这样的仪式邀请各位朋友来见证。好，那双方接下来就开始进行签署。透过今天这样的方式，代表双方非常的自豪。那大家是美术馆的。成大广文学研究所，将城市推进，朝向21世纪的全民美术馆，乐于友善，让更大家更多元。那接下来双方签署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是否将这个合作备忘录稍微让2019朋友们能够取以留念？好了，我们先看中间这一排大牌。好，接下来右边，看一下这人。还有左边，我们这边有人也要进行一下记录，好吗？